歌是陈淑桦的《吻》。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这首歌是要送给我最爱的姑姑。送给姑姑，因为姑姑她就是我们家里就是像精神支柱哦。好，okay， 要送给姑姑。好，这首歌是在这个1994年发行的，陈淑桦的《吻》，欢迎徐咏麟演唱，谢谢。想将歌曲献给姑姑的咏麟，能否将内心的感激化为动力，拿下好成绩呢？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？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？谁为你感动？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，无悔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。献给女人的歌曲啊，身为女人的小林老师觉得如何？一进来的那个段落处理得非常好，整个歌曲的流畅度我觉得也掌握得非常好。那我只有一点要跟你再提醒一点，就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再把自己表达一点，你的声音是有很多的画面，但有时候你的肢体是绑住，那画面看起来是怪怪的。好，徐咏麟能不能唱进第二轮，请评审按灯。徐咏麟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7、19、20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 David 老师，你给了他5分。对啊，我突然间怎么了？我想我可以的吗？我更爱女人了哈。姑姑应该很开心，因为我听得非常的进入你的那个世界那边。恭喜你唱进第二轮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